看看，这位就是周女士，您看她的头发够长的吧？周女士1米68的身高，这头发只差一点点就拖到了地板上。曾有好事的邻居拔下周女士的一根头发测量过，长度竟然超过了1米6。周女士说，她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留长发，80年代刚结婚那会儿，她的头发比这还长，后来因为不方便才剪了，剪下的发辫至今还梳在淮安的老家里。现在这头长发是从8年前开始留起来的，8年来从没有剪过。漂亮呗，好呗。周女士并不觉得梳头发是一件难事儿。记者看到她三花两绕，手起梳落，短短2-3分钟就能把一根发辫编得整整齐齐。但是要洗起头来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。都是你有头，你有肉，把弄盆洗吧，发洗，盆洗了也盆撑不下来，不得了。都是你有，那像您洗一次头发的话，多长时间？大约半小时，40分钟了呢。虽然长头发很漂亮，留了7-8年也不容易，但周女士最近因为颈椎不好，梳头不方便，正准备忍痛割爱，剪去这一头长发。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。